他不会弄故障的给你，就是准备好了，嗯，就直接说，不脆皮嘛哈，爷爷，爷爷，十点嘞，要出去散步啊，不记得就看一下嘛哈，啊，十点了，十点要出去散步晒太阳哈，那我去准备一下哦。爷爷，我是照顾你的照护员刘翠萍，然后就这样，好，现在检查他，先检查，他本来是这样子的，本来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本来是固定的，等一下你回来他是怎样就是怎样，他是固定就是固定，好，本来是这样合起来粘起来，合起来像那个一模一样，然后你现在来哈，你就压下来，然后来检查，就说。坐垫正常，或者是功能哦，功能正常，靠垫功能正常，手刹车功能正常，胎刹车功能正常，胎压功能正常，脚踏板功能正常，打开，打开，试推功能正常，推一下，推一下，可以，推一下，他那么近就直接这样推过来，刹车，来。就在这里哈，这样差不多，一定是在检测，然后就固定一个就好，先固定一个，然后再固定这个。然后爷爷有外套，用讲的就好了。爷爷有外套啊，鞋子、袜子，好，准备好了，去洗手。一样走到那边，左边那两个哈，内外夹攻大力丸，你们要去做洗手，洗完了回来。爷爷，我现在带你出去散步了哈。然后这个摸一下，这里有很多话，不要去看讲义的，那个讲义你看不懂。讲义也是我编的，不是，我觉得你们很绕口，看自己表演就好了。嗯，你现在是要扶他起来吧？对。那你就跟他每一个动作都讲一下哈。爷爷，我现在带你出去哈，散散步。然后现在就要有哪里勾哪里，哪里勾哪里哈。来，爷爷，你的头靠近我一点哈，抬起他，爷爷，我把你的头抬起来。来，爷爷，头一下很轻，说什么就做什么，很轻了哈。来，爷爷，你的右脚勾左脚，记住哦，右脚在底下，右脚勾左脚，右脚是好脚。你的右手抓左手，好，嗯，好，先过来一下，先移动一点，这样过来。好，右脚对，然后移动好。测这样的距离就好，不要再太前面，一转弯就滑跌会被刷，它被刷就是滑跌跟撞到，它不能被撞，不能被滑跌，就这两个会被刷，其他的就不会被刷。爷爷，我们现在坐起来哈，一手放在颈部，一手放在膝腘窝处，然后这样转过来，不要撞到哦，有撞到没有？没有撞到，对不对哈？它不是左侧不好吗哈？做好了，对不对？你讲究一点，就放到左侧。然后，爷爷，有头晕吗？有不舒服吗？没有哈。直接讲，脉搏规律，呼吸平顺，脸色红润。好，爷爷，我现在开始去散步了。爷爷，你的左手搭住我的肩膀。评审在后面，有的会帮你抓住，有的不帮你，大部分会帮你抓住，就要讲。爷爷的左手搭住我的肩膀，他如果滑掉，评审没有帮忙，就不要理他，评审帮你就帮你哈。然后右手抓住你的坏手，这样就讲完了。好，掉不掉下来不管他，评审有抓就抓。然后爷爷，我们等一下到轮椅上面哦。然后你的右脚，你的好脚，右脚用力，我说一二三，我们一起过去。拉这个，一只扶上面，一只左手扶上面，右手拉裤头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用抱的很轻，慢慢过去，不用一步蹬过去，不用。来，我们过去轮椅哦，右脚用力，这样就好了。慢慢的，一、二、三，慢慢的转过来，提高一点，让它坐离深一点，坐里面一点，慢慢下来，这样子。那你怕他如果怕滑落？有沙吗？为什么痛？哎呀，刚刚有沙，有沙，有沙。你如果怕他滑脱，哎，现在要先讲话，来，讲话。脉搏规律，呼吸平顺，脸色红润。好，我们先固定一下，免得滑脱嘛。
那你脚踏垫可以先弄，可以可以，脚踏垫可以。那我觉得我现在扶着它不会动，那你就可以这样扶着哈，因为这里没有完全的顺序哦，我怕它跨滑跌，我可以先扶着它，我先帮它做好了，脚再把它用脚踏垫，不然放不到脚踏垫，因为太低了。来，姐姐哈，我帮你，我们往后面坐一点哈，一二三，抬高，这样子脚就比较进来一点，才放得上脚踏垫，要不然脚太低折不上来。扶着它不要动哦，扶着它哦，扶着它。现在可以脚，等一下再穿，你看是不是不好用？扶膝关节就起来了，不要破坏功能哈，起不来对不对？扶膝关节它就起来了，有没有？扶膝关节就起来了。也要帮你穿外套，先穿哪一只手？全部都破关了，棒！为了爷爷买新衣服过年了，爷爷要出去打麻将哦。那我该拿红色的才对啊，红色的哈，我有红色的。爷爷说我打，我打高尔夫球。爷爷说打高尔夫球，红色哦。来，你们说先穿哪一只手？手换侧。手要穿进来哦，哈，手穿进来，这样，这样才好穿。刚刚有说衣服都要拿高高，不要先塞，拿高高，然后你说有那个卡住紧紧的，也要看一下免得滑脱。好，这样过来哈，高高的先不要塞哦。来，手一定要穿进来，先穿左手，再穿右手，也就是先穿换侧。这个可以弯，这个可以弯，就这样。你看高高不是拿起来吧？可是你一塞下去，你拿不起来，所以高高的先不要塞，先在肩膀上面，然后这样放下来，等会再慢慢塞。你们都不能暴力去扯，它会被扣分的。来，爷爷，你的身体往前面一点，好，来，身体往前面一点，然后你就来塞，就那个扶前面一下，免得整个滑脱出去。来，爷爷，你的身体哈，抬一下哈，你不要太勉强了，不然它要滑脱了，那个脚滑脱了，这样有塞就好。下去，然后整理一下。我们考场衣服是比较薄的外套，没有那么厚，很好穿，很好塞。对，他表演就薄外套哦，这样也可以哈，很好。到国外去了，到澎湖就要有那个听帽帽贴，然后这个拉链拉好。考试一定是拉链的外套，洗头的一定是扣子的衬衫。这不是新衣服吗？不是哦，原来不是哦。好，就整理一下，整理那个我们考场的衣服比较薄，很好整理一下就好。然后枕头，有人会不会腰带？不用，枕头就好了。没有，其实很简单。不用，买个壁式给他开就要了。来，手放上面，交叉一下哈。手给它交叉，这样子，这样放着，稍微交叉，这样放着就好了。来，爷爷，我们出去散步。这里先，这里是公尺，然后把老师袜子、鞋子。超车！来穿袜子，没穿。老师现在才九分钟，又推出去以后，自己就会发现他没有穿袜子，就补回来就好了。这不会扣分吗？不会啊，不会，不会。哎，那个爷爷脚抬起来穿袜子，就用讲的，脚抬起来哈，穿袜子，穿新袜子哦，穿新袜子会那个变年轻哦。来，鞋子哈，脚抬起来，得用讲的，脚抬起来，然后这个膝盖哈提高就跨上来了。你硬提的话提不上去哦，你一定要先讲哦，爷爷帮你穿袜子，一定要先告知。来，爷爷脚抬起来，讲一下。爷爷脚抬起来，对对对，一定要讲哦，对对，这真的新袜子，还有商标的，人家的，很贵哈。好，爷爷你的脚抬起来哈，穿鞋子，
它是都干净的，就直接这样。你们在考场那个鞋子鞋底是没有泥土，很干净，就这样抓着比较好穿，给自己速度跟效率好一点。然后那个膝关节、膝腘窝处顶上去就很松，很好放，很好放。好，记住这里的就是不要撞到，不要滑跌。好，且现在刹车的打开，刹车打开。这里有画，对，我们出去散步了哈，那么短哈，来回就十公尺嘛，去五公尺，这是假的，是公尺。哎，你看，我就想说这个画，这个是我去月亮老师打的。那个周奶奶呀，他们也出来散散步啊。哦，那个操场好多小朋友在运动哎。爷爷今天逛街很开心哈，很累的哈。爷爷今天好开心哦，臭咪咪的。好了，爷爷，我们现在回去了，这样就好，十公尺就好了。讲完了，就回来了。刹车，刹车。是不是很简单？好，爷爷，我们要到床上去休息了。老师，这会不会太近？等一下瞧，因为脚踏板等一下拿掉。这时候脱外套。先脱哪一只？先脱健侧。这样都录音录进去，录影录进去了。手直接就手抬高高。手抬高高。就往后面就扯，就往后面拉就起来了。脱比较容易，放下来。然后爷爷哈，你就这样扶一下哈，扶一下拉开来，后面的往前推拉开来，拖是容易很多了。嗯，每个动作都要跟爷爷讲一下，爷爷拖右手，拖左手，先拖右手再拖左手。嗯，这个你们很会了，所以你们洗头应该那也很会了。先放上去才脱袜子鞋子，现在脚踏板放下来，爷爷有帮你脚踏板放下来哈。现在放了哈，要上去了，这样子，好，好像就现在在翘，现在就在翘，然后这个脚进来，右脚进来，进来哈，爷爷我们到床上去休息了，一样讲哦，你的左手搭我的肩膀，你的右手抓你的快手，或者是你的健侧抓你的患侧，这两种说法都可以，后面皮疹会帮你抓。大部分会帮你抓哈，然后这样扶着哦，一样跟刚刚动作一样，这样扶着，然后那个右手抓裤头，嘿，然后就爷爷你的右脚用力哦，我们到床上去哦，我说一二三，你就用力上去哦，一二三，哎，抬高高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目测到的时候抬高，放下来，好，慢慢的哦。然后你尽量，对，这样子。然后现在说话，脉搏规律，呼吸平顺，脸色红润。哇，有讲的通通过关，没有讲的回家补讲。好的。哎，扶着，扶好，扶好哈。睡觉。哎，对，休息。对，老师休息。考场，我跟你讲，小考场的鞋子没有那么松，不会掉下来。碰到都不会掉下来，这个不是问题哈，不要讨论了哈。因为这同学准备的很大，然后就这样子哈。爷爷我们要躺下来休息了哈，这样扶正，一手在肩膀，一手在膝腘窝处，这样躺好，躺好哈。鞋子这样踩在床上没关系。没错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假设两只，因为这个很大双嘛，考场的不会刚刚好。我知道。嘿，那你鞋子，而不是那个没有很好吧，对不对？不够那个嘛，不是要挪一下吗？来，爷爷哈，真人是这样的，右脚弓起来，把屁股抬一下，用力，我们上去，它就会上去了。一二三，哎，对，一二三，哦，很棒，好，上去。我撞到了。哦，对，要轻一点。撞到，很棒。好，然后现在脱鞋子，脱袜子，爷爷帮你把鞋子、袜子脱下来。现在哈，脱了，等一下就盖被子，或者现在盖被子再脱袜子、鞋子都可以。衣服要整理好哦，爷爷，你今天出去散步很开心哈、哦，有没有觉得有看见别人说你好帅、好年轻？
手咪咪耶，今天出去很满意哦。今天出去打麻将，下次出去看人家打高尔夫球哈。好，现在这个拉起来，手不要夹到哈，手一定不要被夹到。然后呢，你这个都放回去，鞋子、袜子，刚才你从这里准备，他考场就已经给你摆好了，物归原处。你刚才鞋袜放这里，外套放这里，要折好，叫做物归原处。折好，袜子塞进去，鞋子里面，这个折好了，然后推回去，推回去，松开，松开。然后推回去的话，这个这样拉起来，不会的人就练习哈、哦。有人不会用轮椅的，拉起来，好，不会的就学一下，这样推回去，把它固定一下。现在去干嘛？洗手。洗完手回来说什么？嗯，评委我在这里，谢谢评委，谢谢评委完成了。好，这样就完成几分钟。